为了庆祝加拿大亚裔文化月，促进加拿大多元文化，表扬亚裔移民们为加拿大做出的贡献，多伦多社区与文化中心于2023年5月25日在1650 Finch Avenue 一成功举行了亚裔传统文化节的活动。此次活动吸引了大约300名左右的社区会员们。多伦多社区与文化中心一直以来为加拿大做出的贡献，以及为社区成员们带去的所有帮助。本次活动汇集了多个艺术团体的艺术家们，为大家表演了精彩的民族歌舞、戏剧演出和乐器演奏。观众们在欢笑声和掌声中沉浸在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中，感受到了亚裔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五月的大地姹紫嫣红，五月的天空色彩缤纷，绚丽的五月正向我们整齐吐艳。这天花团锦簇，欢声笑语，在微风拂面中，我们迎来了亚裔文化节。感谢各位积极的参加我们的亚裔文化节，参与到宣传亚裔文化，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亚裔特色的优秀文化。大家好，五月份呢是我们亚裔加拿大的亚裔传统月，那我们社区中心呢在这里举办这个亚裔文化活动呢已经有五年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呢，等一下有一个金玉在 on the way， 还有我们的审议员Chris Cole， 还有我们的艺人的代表那个贝西惠和Vincent Cole。 所以我们为了显示我们亚裔移民跟其他的族裔一样热爱加拿大，宣传我们的亚裔文化，所以我们每年都在这里举办一些活动。我们今天有参加的8个文艺团体来一起来共聚一堂，显示自己的各种的文化活动，为大家做出贡献，也显示我们亚裔的移民跟大家一道来欢庆自己的传统日。顺便讲一下呢，今年呢也是我们那个加拿大颁布一部那个排华法的100周年。这一部法律在我们加拿大的历史上是很黑暗的一页，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同时也反思加拿大的黑暗的历史，不光的历史，所以今年呢也更好的参加更多的那个反对歧视亚裔的一些活动。大家好，我是 Spadina Fortune 三议员 Chris Glover，我代表反对派和人民主党的领导人 Marit Stiles， 谢谢你们的邀请。I think it's getting better。 谢谢 Simon Zong 你的邀请，共谢谢你对社区的贡献， and 谢谢你们的支持，让我继续为你们服务。 Thank you so much。 Yeah。Thank you for all the speeches. Now the performance will begin. 接下来令人激动人心的表演即将开始。
Thank you.
美丽的加拿大，我爱你。
加拿大的亚裔文化月，我们社区中心呢，从5年前就开始呢，每年都举办一个庆祝我们亚裔传统文化的节日，让我们的文艺团体，让我们的社区组织在这里显示我们亚裔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呢，也想那些退休的老人家有一个愉快的退休生活，所以呢，我们每年都组织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吸引了10多个团体，还有100多人的社区人士来观看。啊，为了组织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做了很多前期的工作，让青年人啊、义工啊一起来动手，啊，使到我们社区更加多元化。所以我觉得呢，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没有了啊，当然也感谢我们的 TD 银行，各级政府来支持我们这个活动。今天的天气非常很好。I'm Jean Yip, the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Scarborough Aging Court, and I'm thrilled to be here. Sorry, I was a little late. I had meetings. And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at the Toronto Community and Culture Center for having to celebrate Asian Heritage Festival. And I'm very pleased that in the past, your organization celebrated through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Canada Day funding, right?Yeah.
日子，看看马儿过得是否。今天什么日子，看看马儿过得是否。别忘了谢幕啊。
哇！喝三滴酒。Yeah.